莫冰，他只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回忆。师父才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，我再也不要跟师父分开了。还有，子虚上弦说的不对，这世间不只有恨，还有爱，还有宽恕。既然我能原谅花莲村的村民，为什么不能原谅心怀天下的师父呢？ 你长大了。